是我国古老的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。蜡染是用蜡刀蘸银蜡，或花银布后，以蓝靛浸染。浸染去蜡，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，或者是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。同时，在浸染中，作为防染剂的蜡自然分裂，使布面呈现特殊的冰纹，尤具魅力。由于蜡染图案丰富，色调素雅，风格独特，用于制作服装和各种生活实用品，显得朴实大方、清新悦目，富有民族特色。蜡染工艺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世代相传，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蜡染工艺，而且流行很广，已成为少数民族妇女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。